黄将军。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叶兔，你真的看到我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 看得到你，也听得到你讲话。嗯，你好可怕哦！你才可怕吧？我问你哦，所以何宽亮他也看得到你哦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跟他讲话他好像都没听到一样。哦，那我想他看到的应该还是他的幻觉，他可能太想念你了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担心啊，不然我找其他人一起来说服他好了。干嘛？请进。程经理，你今天晚上有要留下来吃饭吗？我可以去帮你准备。不用了，我跟你家有约。你跟谁约啊？是我的私人行程，你先下班吧。哦，好，那我先下班。哦，对了，杨晴，记得要整理一下要问林设计师的问题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会记得。那总经理，我就先下班了。辛苦了。不会啦。不好意思，等很久了吗？点餐了没？我也刚到，只是看一些资料而已。你准备出国旅游啊？谢谢。不是，我要出国进修。什么时候出去？等你案子结束之后吧。啊，这钱要还你，不然等你出国找不到人还钱。这是鞋子的钱啊，上次忘了给你。我早就没有放在心上了，你还记得啊？当然记得啊，我不喜欢欠人家钱。你叫服务生就要过来，这样摆在桌上不好看，收起来，收下去吧。会吗？会。那这一顿我请。随便。我来点啊。随便你点，我不挑食。就两人份的套餐，谢谢。你不是刚从意大利回来，怎么这么快又要出国了？
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想要出国进修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我要出国就把你的房子随便设计。我不担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设计的。你不是喜欢匠人方兰吗？怎么没有想到要去日本进修呢？如果你要去日本，我可以帮忙安排。哇，那这样子我欠你的人情就大了，到时候我在日本的行踪你都知道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对你的行踪没有兴趣的。这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吗？朋友？是啊，你不是在帮我设计房子？我以为我只是你的下属。怎么可能？不过我还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蒋总编跟李主编每天照珊珊打给我，如果我再不答应的话，会不会半夜也打给我？我只是好奇，我真的有什么可以让你采访吗？我相信我的眼光，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，我就看到了理想。而且你又这么年轻，我想读者一定会很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。但是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拜托你，我想你应该也不会答应的。我想总经理也跟我一样，不喜欢被别人强迫吧。但是我既然都答应了，我就不会反悔。找到了，那你把它顾好，别让它不见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蒋厂长，蒋厂长，素娥和花已经在山中小屋找到宽亮了。真是在那边啊？那怎么把他带回来？在等什么？那宽亮还好吗？他现在情绪有点不稳定，我在想明天去看他一下。哦，那我也要去，再怎么样我把他押回来。我要去，我要去。还是我先去就好了。宽亮现在这状态，不想让大家看到，我觉得。就像曼丽之前不想让我们探病一样。那你就规矩人先做前锋喽。啊，我跟老爸在这边待命了。啊，有什么状况跟我们通知，一通电话我们就去。好，有。那等我消息，我和素娥会想想办法。好，找到就好。对对，找到就好。可能其实你的心情我很了解，我妈过世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因为从小他就一直待在医院里头，我们也没什么相处。那时候部落里的长老还有我爸都跟我说，没关系，你就放声的哭出来。但是说真的，我完全哭不出来，因为我总觉得我只要回到医院我就可以看得到他。我想你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子吧。你觉得来到这里就可以感受到他，看见他，直到小学毕业那天，所有同学的妈妈都来了，我才崩溃大哭。因为从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妈妈真的回不来了。那时候我同学都被我吓坏了，想说我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哭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啊。我也只能努力的活下去，让他知道我现在很开心的活着。
了什么？写什么？哎，赶快写你自己的、啊，不要一直看我的。哎呦，叫我背执行我还可以，叫我写谋略小菜一点，但要我想问题，还要我问一个离我十万八千里远的室内设计师，很难呢、欸。我当然只能观摩你的、啊，还观摩我的嘞。等下问题会很像，总经理会发现。哎，那不然你把你要淘汰掉的问题丢给我。怎么啦？你放心啦，总经理不会发现的，他对我的标准绝对没有你们两个高。哎，你在军中的时候没有拟过采访稿，工作性质又不同，我是作战的，被采访的。干嘛？你不信哦？当然不信啊！你都有据实以告吗？当然会啊！革命军人是绝对不能说谎的。嗯，你先写，我去开门。写啦。书记，杨白。哎，怎么说你们两个？宋白又辅导长呢？他们去参加龙退参会了。哦，你终于来了，干嘛？杨琴一个问题都想不出来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嗯，因为我们不能问太出界的问题，但我们也不能问那一种可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的问题。那所以我们要问什么问题？专访不就是要问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吗？所以我先拟好访纲了。我想说，有访纲可以让受访者觉得我们有做功课，也可以建立好印象。所以我在想，访问林设计师，我们至少有三个策访，访问他的朋友、家人还有同事，这样可以让我们采访更立体化一点。最近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，很专业。谢谢。你谢什么？我又不是在夸奖你。他是我带出来的，我可与有荣焉。不过苏静，你觉得我们采访要在哪里比较好？我觉得这先不急，我先把访问稿拟出来之后，我们再跟林设计师讨论一下。嗯，也好，省得到时候还要改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林设计师很难搞哎，而且总经理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他？你不要看总经理平常这样好像很精明的样子，他有时候也会问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比如说什么问题？嗯，也没什么啦，就像她闺蜜的感情世界啊，以她这么硬邦邦的个性，她绝对无法理解她闺蜜的疯狂行为。所以总经理现在会跟你聊心事哦？那她有没有问你说？哎，好啊，你赶快写啊，不要等一下苏宁回来的时候你们还在这里写。他把我们赶走？对啊，我开玩笑的，才刚来，你认真的吧？见色忘友。重色轻友，你啦，你啦。采访稿，所以你刚才的举动只是为了香槟？你不是说友情赞助吗？那就是要有人先开个头，这样气氛才可以炒热起来，对不对？他在笑什么？可是如果会到亲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个男的也有点意思。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没问他。怎么可能会喜欢？要亲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个男的也有点意思。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没问他。怎么可能会喜欢？应该没有吧？对，没有，就是友情赞助嘛。有女朋友吗？家里有什么人？
起来啦！我不想去陪何宽亮，你们睡着了啦。何宽亮，真的何宽亮呗？哦，我那没事啊。去买早餐啦。买早餐。对啦。哦。哦。哥哥。去买早餐。哦，拜拜。哦。哦。你怎么这样咻一下出去？咻一下出去？我出去你要发一点事。哦，你走路没声音。不是你这，我也吓到啦。知道啦。哎，你看何宽亮这样怎么办啊？他平常也都这样子。嗯。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。你不要想太多啦，我问一下林姑娘他们好了，他们应该已经出发了。林姑娘，你到哪了？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要找坐在这边的何宽亮，我是他朋友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好的，帮你查询一下。谢谢。宽亮，吃早餐。叫姑娘来干嘛？何宽亮，我很关心你，大家都很关心，但是你手机不开机，我还带你回去。干嘛回去？你们才要回去？你们已经打扰我跟曼丽了。曼丽因为你们说一直不敢出来，她答应我说每天都要陪我吃早餐的。何宽亮，我跟你讲，黄曼丽已经死了。他再也不会出现了，你醒一醒好不好？曼丽她没有离开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个字？她没有离开。如果我那天有去复诊的话，她现在就会活得好好的。过了路的上天，终于不再过得疲惫。杜娥，帮一下忙，让她回去。没关系啊，就像林姑娘试试看啊，如果劝不听的话，就只能强逼她回去。现在我已经跨越，有什么不敢面对。走了，我带你回去。你不要回去，你不要回去。苏安静，走了，干嘛啦？我不要回去了，我要陪曼丽啊！回家了，不要回去，我说过了，我要陪曼丽。回家了，走了，就先这样，没事的。那个拥抱太浅，曼丽，沈焕清，用力啊！走了，回去了，我去帮他收东西。如果你何宽亮，即日起我们就在这边陪你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静一静？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冲嘛！我们是不想让你静一静，这个美好人生再想清楚。只不过你方式就不对，你要我们怎么放心？媳妇难得说对话，你就让我们陪你啊，好不好？随便你们了。哎，哎，哦，林姑娘，你看，你也说句话吧。你看，
哎，在回来的路上，我该说的、该做的我都做了。你们没有看到他在民宿现场的时候什么样子？算了算了，再讲下去我要生气，我先走了。宽亮交给你们照顾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哎，干嘛拉我啦？你真的哦，烦呢。你看看这个状况多尴尬。第一，入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班？这个时候你不跳出来谁跳？第二，反正赵子也不在啊。第三，因为何宽亮一直对着空气说话，你感到害怕，对不对？当然会害怕啊！哪像你正气凛然，又有搬到菠萝蜜蜜心经护体，这个重任当然交给你，我先走。哎，你想走什么？你走什么？你刚拉着我就留下来啊！你要走什么？黄妹就自己了，你在怕什么？坐啦，坐。是不是兄弟？可以不是吗？灰尘，真刺啊！刺哦，嗯，灰尘，真国尘。就先这样了，没关系的。祝儿。刚刚林国良要带何宽亮回家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刚林国良要带何宽亮回家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跟你们讲话啊，不然我还可以跟谁讲话？好了，赶快走了，干嘛问那么奇怪的问题？你有天才设计师的封号，但对于没有设计天赋却想要成为设计师的人，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？这个问题是谁想出来的？总经理，是我，但我有请佳佳帮我修得比较正式一点。我觉得你们整合出来这些提问都非常的好，可以看得出来淑静跟佳佳在人物专访上面经验丰富，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点，林书凡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，读者对于他所有的一切一定都会非常的好奇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最基本的问题问起。可是总经理，如果问基本的问题的话，林书凡他不会觉得我们都没有做功课吗？杨经理说的也没有错，但是有时候人往往对于最基本的问题却没有具体的答案，甚至是敷衍的回答。所以想要知道正确的问题，得到具体的答案，就要靠最精准的采访。所以总经理，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题目要更精简吗？我曾经看过一个鬼才设计师的专访，他们提的问题都非常的简单，例如一天工作多久，什么时候休息，列举放在桌上的三样东西，还有除了手机跟钱包会随身携带的东西，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基本，但是却可以让读者很轻易的了解到这个鬼才设计师他平常的习惯。好，总经理，那我回去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重拟。没关系，我先来决定十个采访的方向，你回去之后再把这个采访稿完整的写出来，这样比较有效率。是。第一题就是家庭的成员以及家庭的背景，还有第二题是婚姻状况。那要尽快把这些仿纲传给林设计师哦，辛苦了。哎，接下来淑静，你不觉得总经理刚刚说到第一点跟第二点，我们都没有跟他讲，哎，那他怎么会知道？
他哪里看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基本的题目啊。哦，好了，我要回座位。林设计师您好，我是美科号李淑静，这是这次的专访访纲，烦请参考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您再告诉我，谢谢。林设计师，怎么不到公司跟大家一起讨论呢？我想先私底下跟你讨论一下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要喝些什么？一杯日美式，谢谢。好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李主编为我准备的访纲。采访内容我觉得有一些无关工作的专业，还有我的经历。我不想为难他，所以我直接找你。谢谢你没有为难他，他是我的员工，所以这些题目都是我看过之后请他提问的。那更好。我只是希望说采访的过程中顺利，如果是我不想要回答的问题，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六我都不会回答。不过你放心，其他的问题我会好好准备。谢谢。杂志也是满足人类求知还有好奇心的一个媒介，但是如果我都提出一些很平凡的问题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吸引读者吗？我觉得读者应该不会好奇我的家庭跟我的婚姻状况，而且美科奥也不是八卦杂志啊。这七个问题够了。好，我了解了，我会请你主编再重新整理问题的。谢谢你，我希望不要再这样来来回回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生活，为什么你不想提起呢？这已经不是采访中的内容，我不会回答的。那如果我私下问你呢？私下问，是朋友的身份，好朋友，还是知心的朋友？算了，如果家庭生活对你来说这么私密，太复杂了，那就算了。那更好，我只是希望说采访的过程中顺利。如果是我不想要回答的问题，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六，我都不会回答。不过你放心，其他的问题我会好好准备。难道是家里有什么状况不方便说？该不会是要顾及形象吧？总经理，不是张佳佳，请进。这个是采访当天要穿的衣服。这些衣服是你们准备的吗？是林设计师提供的。总经理，衣服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林设计师对于提问都没有问题吗？他说第一题、第二题、第六题不用问，就这样。这样一下少了三题。没关系。你们再想想看其他的问题，我也会想看看的。哦，先把专访时间定下来。好，我会尽快跟林设计师敲好时间去安排摄影棚。嗯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。哦，辛苦了。
我跟你讲，黄曼丽已经死了，她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你醒一醒好不好？曼丽她没有离开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个字？她没有离开。国良，喝杯热牛奶吧。谢谢。宽亮现在还是一样。他现在跟游魂似的。他那么爱曼丽，曼丽走了，对他一定是很沉重的打击。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嗯。他现在这个样子啊。欢迎光临。去忙。谢谢啊，先坐。所以现在是郑光贤和邱又廷在北宽亮吗？嗯，他们会先搬过去住一阵子。尚飞说再给宽亮一点时间，我又怕给他时间的话，他会更走不出来。这里是他们的梦想，我想曼丽一定希望宽亮好好的经营下去。我也是这样想啊，所以我才想把宽亮赶快拉出来，他不可以再这个样子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还真没想法哎。没关系，不要急，我们十七连的人那么多，大家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你这一次不可以再往自己身上来了。嗯，就等大家一起讨论了。我现在脑袋啊，完全一片空白。嗯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哎，师傅，你觉不觉得世界上真的有鬼？别别乱说好不好？阿母来这边就是降妖除魔了，不然的。也是啊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，说是不是真的会有？你们在啊？哎，快！哎，快点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你有没有好好休息？你看，晚餐我们都帮你准备好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谢谢你们啦。这一阵子因为曼丽的事情，我的情绪有点不太稳定，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至少把他的魂召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你们其实可以不用留在这边陪我，没关系啦。你们可以去忙你们自己的事情啊。佑廷，你不是要陪雅芝吗？啊？宽亮，雅芝吃过你王家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不是，你看了、啊，你买东西太难吃，宽亮不想吃了。什么又我？哎、欸，我问你要吃什么、啊，你说随便吧。哎，你现在又要咸。不是啊，就算随便买，你不能随便乱买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但只能随便买一起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还是回去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回去等我来就好了。他是叫你回去，我待会要帮买晚餐。我是说你们都回去。你们在这边我看不到曼丽。还是回去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回去等我来就好了。他是叫你回去，我待会要帮买晚餐。我是说你们都回去。你们在这边我看不到曼丽。曼丽。宽亮，我们也想看看曼丽。如果不接近的话，我也希望她坐着跟我们聊聊天。好吧，随便你们。宽亮，宽亮，你晚餐不吃了？我不吃啊，没胃口。媳妇，你刚说你要看曼丽是真假的？你干嘛啦？哦，当然只能这样回答啊！你又不讲，当然只能这样讲啊！啊，说到这个，不要猜拳嘛。干嘛猜拳？赢的睡房间，睡
书的在客厅，可是房间数明明就够啊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啊，为了防止何快亮趁我们在房间睡觉，他跑出门能不能搞失踪？所以其中有一个，所以有一个人是在客厅。错，是当安官，做好一整晚都不能睡，除非他 over my day party。啊，一拳一拳啊，定生死！好来哦，剪刀石头布，耶、yeah! ！好好做点安官，小心明天变成 body 哦。曼丽，媳妇在客厅等你哦。曼丽。有什么需要服务的，你可以跟我说。还有那个，还是你嫌我太吵？如果真的有点吵，你可以醒一回。不好意思，让我安静。曼丽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来，所以你就躲起来了？我怎么都看不到你。曼丽，曼丽，我曼丽，我曼丽，我曼丽，为什么你都寄信给我呢？还不回到我身边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宽亮现在状况还好吗？睹物思人，越陷越深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，彼此共勉。把握当下，才不会留下遗憾。媳妇，早餐准备好了没？困头咖。哇，媳妇起来了。起来了，媳妇你起来。不要吵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。你在房间好好休息啦，早餐我去买就好了。你要吃什么？蛋饼、萝卜糕、萝卜糕。好，那我再买个红茶豆浆。休息，等我一下。等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买早餐啊。我帮你买啊。我还要去管理室看一下有没有我的信。我帮你拿去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对，啊，不就信跟早餐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在这边，早餐我帮你买，信我帮你拿，你乖乖坐在这边，不能动哦，动了就输了哦。部队起床。
曼丽是谁啊？按你的头啦！人都跑走了。你起来了。对啊。起来了。是不是吵到你了？你们小声一点啊！哦，好。对不起，他们都这样，没事啦。你不是说没早餐吗？早餐，对，早餐马上帮你买回来，然后我也去买。等一下，你就被雇人了，你还能跑掉？啊，没事啦。你要出去走走，不行啊，你现在生病，好好在家里休息，乖啦，早餐等下就回来啦。嗯，好。你的信。快点，快点！是啊，曼丽有写信来嘞。干嘛？哎、欸，是我辛苦去买早餐跟拿信回来的。哦，讲得像很辛苦一样，不然下次换你留下来啊，不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度秒如年的痛。什么意思？度日如年呢、啊？对耶。开啊！我。那、啊、不然呢？不再两个小时哎。哎，国亮，对，吃早餐喽。对，哦。国亮怎么样？你要吃早餐吗？我帮你买蛋饼。都生病了，不要出去。不用担心，早餐回来买就好了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快乐。不是啊，你们在干嘛啊？哎，宽亮，刚刚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我们都快被他搞疯了，麻烦你去住一下哦。来，吃蛋饼喽。来，吃萝卜糕。啊，退糖啊，干脆。你先吃吧，来，我问你，不要饿到了，吃多一点。宽亮他收到我第二封信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要担心啦，有我在，我会帮你。Yes， 我啊，到底还是跟谁讲话？现在曼丽不在，我需要那地方干嘛？如果你不回孟十七，干脆收掉算了。收啊！就之前孟十七那个唱片公司老板啊，他答应我们帮曼丽代唱了。这样曼丽的梦想就可以达成了。如果一个女人一直问一个男人感情状况，你认为那要看他是不是我的菜啊？可以不要靠这么近吗？都没有绝对 It's okay 要就勇敢地放手去追被嘲笑的梦才值得追要想You can be the one